have had i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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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Rolling in the deep. And so and you played it. Oh,
好，我是 Birdy 林诗雨。This may be your last show in Taiwan. 哦，你不要这样说。没有啦，应该是说还是会来。会回来哈、嗯，好啦，不要让他们难过啊！不会，因为刚刚有人在后面说你是不是放对嘴的？怎么？所以我们在没有音乐的状况，就是那一句就好不好 ？Burning in the deep 那个副歌的那一句好不好？来、哦 okay、一句就好了。你说我 No BGM 哦，你说那个 rap 的部分吗？没有，我要音那个哎，副歌的第一句。我突然觉得冬天有提早到的感觉，害我加冷笋了一下。你知道什么是加冷笋吗？那什么台语吗？对对对，不知道。听不懂，但是听不懂台语没关系，大家听得懂你的歌声就好。Okay. 哇，刚刚这首歌好厉害哦，所以接下来。特别因为中间我是加了那个我们的语言是菲律宾对菲律宾语对哦很厉害那个嘴巴快到不行、啊、刚刚因为刚刚大家想要想说哈那什么语言不那他听不懂的话就会把它当作是韩语日语但是很少会想到菲律宾语对菲律宾语对对对所以待会呢也会有另外一段对比较有特色嗯好接下来第二首歌曲要带来什么歌第二首歌是我自己的EP、oh? 我 EP 里面叫做 Birdy 林诗雨做自己然后这首歌是国语歌对哦做自己对好自己的来 Birdy 林诗雨这首歌叫做寂寞当声音掌声鼓掌台湾。
认识你。啊，我觉得怎么样？没有啦，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好了，来来来，没关系。哎，不要这样子。因为对，还没还没，因为这张专辑里面我有听到 Brandy 的一个故事，所以就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又特别特别的感动。是因为这是小安，但是我们要谢谢小安帮他写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会上来跟你讲话，想帮我写，因为他去上厕所来不及回来，才跟你唱这首歌。好，我们不可以把后台的事情跟大家讲。啊，就是在访问的时候，就是大概讲一下。小安是谁？来了，掌声欢迎佟丽安。可以嘶吼，他们可以嘶吼，因为刚刚喝了东西，嘶吼嘶吼。我们讲文雅一点点。我们刚刚去洗手间，好不好？嗯，好，来，你喜欢站在哪一边？你们对唱的时候，他在中间哈。我们访问他。来，你对于 Birdy 身上这件西装外套如何？你有穿吗？什么？没有。哈哈哈哈哈！送给我，赶快多拍一下。什么？好了，我们回归正题。Forgotten Hero 这张专辑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角落是被大家忽略的，有一些人也是会被大家没有看见的。而这些人呢，对于这个社会，其实他们有默默支撑的一个力量。就好像 Birdy 虽然是来自于菲律宾，不过他非常非常热爱台湾，对不对？对，看看他包括会唱中文歌曲，然后又把他们的母语带到台湾来，希望能够融入这个大社会里面。不过受到一些状况的一些影响，我们觉得还是要好好支持你一下。对啊，无论如何，好不好？大家多多支持我，好不好？啊！这么厉害，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你们赶快合唱这一首歌曲。没，不用，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以后。小暗在，可以多一点歌，可以，你们都可以多合作一些作品，我们就可以再常常听到丁世宇，好不好？你看他都有中文名字，而且丁世宇好好听哦，这三个字。Of course。呀，来欢迎我们的 Birdy 还有小暗带这首 Forgotten Hero。这算是Birdy 在台湾几乎是最后一场公开的表演。对。也希望大家有空多多支持。脸书上面这首丁诗雨。Thank you.
是就是小安就是写给我的，对，可以这么说，对对，就是他就说他想说他就是想就是代表我的故事。对啊，其实有很多的菲律宾的朋友，你今天有带一个菲律宾的朋友来，对不对？对啊，菲律宾朋友在哪里？为什么？菲律宾朋友在哪？前面 ，Hello。对 ，Hello。真的，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新闻，有时候可能会，还有台湾啊，有台湾，对啊，其实会让我们忽略掉，其实你们很辛苦，其实很多国外的人啊，来这边其实都很辛苦，对，就想要帮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的辛苦。好，再次谢谢我们的虚荣，虚荣，谢谢 Bernie， 还可以跟你那个，一定的合作，有机会，这么棒的一个歌手，下一首歌我一定。对，好，那谢谢你们，谢谢 Bernie， 谢谢，那个海豚音至少有到，我看一下，应该 A 六了吧 ？A 六，好厉害哦 ！A 六是那个那台车吗 ？A 六。好，来，接下来呢，我们说了小安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来自于世界各地。刚刚是菲律宾，对不对？对。接下来这位来自于印尼，一个非常风度翩翩的王子，有着帅气的外形，甚至比佟丽安还帅。真的。我们先欢迎他出场，好不好？来，掌声欢迎 Winter。对，大家如果有看节目二分之一场，对不对？二分之一场，对。嗨，那个叫同学 WTO 同学会。哇，大家好。这个我们来票选一下好不好，认为 Winter 比较帅的举左手，左手，来，认为小丽小安比较帅举右手，我会举手，举手，认为两个都帅的举两只手，大家都很会做人，跟我是朋友都是这样。是，好，你们两个要合作什么歌曲？对，这首歌就是我跟 Andy 特别有回忆，就是你是不是忘了歌名啊？当然没有啊，让歌名叫什么？对啊，可能就是从第一次跟 Andy 只要是去钱柜一定会唱这首。哦，谁跟你去过钱柜？所以你们两个是在钱柜认识的，而且是在林森北路啊，林森北路是好乐迪。他的个人演唱会在钱柜，不是啊？其实之前音乐的时候我们有认识，对，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好，接下来就带来这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欢迎小安 Winter。来一首 Right Here Waiting， 因为我们的顺序有点跟动，所以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怪我们的吧？不会。谢谢大家，很荣幸这次会来到 Andy 和 One 的这个演唱会，希望下次可以带你去印尼，让很多印尼朋友都认识你。很好，嗯。希望我在印尼发光发热，一定会的，你很棒。Everybody, Andy。Wherever you go, whenever you do
everybody。追踪二分之一强 Winter 五，对不对 ？Winter 五，想想 WTO，WTO 同学会，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Winter， 拜拜，谢谢。哇，刚刚很喜欢在台湾有一个表演的一个机会，那今天呢 ，Andy 算是帮他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可以唱给这么多人听。